也谢谢你们呢，这个新歌的成绩都很好，谢谢哦。然后我们很快就会上 EP 了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那今天呢？昨天唱了开不了口，我今天准备另外一首歌曲。是之前呢帮梁静茹写的一首歌，非常一首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哦，第一次 ever ever sing it live， 就献给你。那首歌《大人》。So don't